好，技能问题啊。墨玄呢，它主要是分为这两套技能，一个是玄山，玄山是普通攻击，一共也就四招。呼，嘿，所以它就是连续四招循环的使用，你也可以长按这个技能键来这样使用。然后你在发动的时候，它会到对应的招数，它这界面会显示一二三三四嘛，那么它在显示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使用粉碎拳，还有这个这铁山弓啊，就可以使用这两招。然后的话到这显示二的时候，可以使用旋风脚还有无影脚。然后到这边显示三的时候，可以使用乱打连击跟移形换位。然后显示四的时候，显示四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技能，它冷却18秒，跟呼应很像。然后呢，然后这样子，你使用一次神功技能，它这边会亮一次，它这五个灯会亮一次。然后的话，它这个是，它这个技能会告诉你，你神力的每一格会持续30秒，然后最终伤害提高2%，而这个技能又告诉你提高了10%，所以你使用一次神力，它这个最终伤害提高12%。对，看一下这边的最终伤害，对，从20%提高到32%，而且攻击力也提高了。然后看一下五格全满的情况。粉碎拳，让开！哈，哼，旋风脚，哼，哈，哼，大体崩塌。那这样子就激发了武神的状态。那这样子来看，最终伤害提高了非常多，从20%提高到80%。然后讲一下这个红指令的问题啊。首先的话，因为一技你也看到，一共有两个技能。然后是二技，也是两个技能，三技也是两个技能，四技只有一个技能，所以理论上搭配起来是有八种指令，而这里只有6种红指令，但是不会告诉你哪一种搭配是效率比较高，因为事实上你在使用的时候只会单按一个技能嘛，它不会把神功连起来，是因为你按一次神功，你那个玄山技能会被重置，你要重新按玄山到达对应的招数才能按对应的神功技能，所以它就没有 连续按的意义，所以也不存在哪一种搭配是效率比较高的这样的说法。所以呢，你只能够把这前面会有两种技能的神功技能给错开开来，这样子的话错开开来就有两个红指令，只需要两个红指令，而且里面的一二三是错开的，因为第四招是一样的嘛。
所以你只要用两个技能就可以了。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在神功技能是可以直接放在键盘上的，那么这样子一共有七个技能，那究竟是放技能键上还是直接放红指令技能好呢？其实肯定是放红指令好，因为你要按照对应的技能，不然的话你会多出五个技能键出来。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个别的技能它是需要长按的，比如说这个旋风脚，旋风脚，对，旋风脚是有三招的，在五神的时候是个有第三招的。然后像这个乱拳乱打连击，乱打连拳，它需要长按才能发挥出它完整的效果。还有这些技能一定要注意它的完整效果是怎么用的，不然的话你会把它当成单按的技能，就失去了中间的一些效果，就只把最后一技给发出来。好，先讲了这么多吧。